锵锵三人行，王蒙老师啊，王蒙老师一来了，咱们就得保持政治正确。哎，那天咱们刚刚聊到世界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它跟很多歧视有关系。是是。哎，这个世界真是歧视无所不在。那天咱们还说很多歧视啊，其实源于这个土鳖，是吧？你是个土鳖，所以你就会有很多因为愚昧而产生的歧视。但是王老师，今天我给你抬个杠，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怎么样？对了，对了，诺贝尔奖最近有个，咱们过去说有个神探亨特啊，最近我发现有个诺贝尔获奖的科学家，生物化学家也叫亨特，亨特最近公开道歉辞职了。是，然后就是他是诺贝尔奖啊，但是他是公开啊，在好像在韩国吧一个记者会上，其实呢，嗨，这话就叫，就是他后来道歉，他说他当时说话不是那么认真的，他说了个什么话呢？他说呀，最好这个我这个科学实验室啊，不要找女的，女的和男的科学家咱分开。说为什么不能跟女科学家一块儿共事呢？他说那只有三种可能，要不然我爱上他们，要不然他们爱上我。如果你批评他们呢，他们就会哭，所以就此话一出。哎，英国皇家协会都说这完全不是我们的价值观，他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哥们儿伦敦大学教授也辞职了，就轩然大波，就是如此明显的歧视女性。哎，不，这个事儿啊，对我来说也是这样。我个人认为，我是比较啊。我是没有歧视女性的这种思想的。哎，有，你有，绝对，我有，我有，我整天给人说我是，你们俩真是，我是直男癌，嗯，是直男癌。可是那个，可是我一听这几句话呀，我没有特别在意，我觉得这像一个瞎逗的一个话，因为我也太喜欢开玩笑了。嗯，幸亏我没说过这种话，我要说过这种话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效果？您不可能说出这种话。但是我跟你说，在中国呀，说类似的话的人呢，可能比这更难听的话都更多。对，而且呢，这个可能堂而皇之不是光在私下讲。对，因为他在公开场合，这价值观也没错啊。现在就这感觉，就说这种话有什么错啊？我看有的网友说，这哥们儿不过是一不留神说了实话，这就这么劲儿。对，但是我要说就是说，我你要是直男癌，我可能是直女癌啊。你没错，你就是，我就是，行吧，我就认了。之后呢，我也觉得这政治正确实在是太不靠谱了，就变成纳粹了，几乎我觉得他这首先你要看具体情况，这个教授呢也。虽然他是诺贝尔获得者，但是首先他好像是一科学家吧，是科学家吧，生物化学家。对，不是，他是生物化学。对，生物化学。他研究癌细胞的。癌细胞的。但是呢，就是说他可能是属于，我觉得第一，我先听到这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属于那种 IQ 特高 ,EQ 不太高的。就是说就是智商很高，情商不是太，他可能不是属于特别会说他专业以外的话的。据说他在这讲话的时候他也有点紧张。你知道一个特别紧张的人呢，他越紧张他越想开点玩笑，就让气氛放松，我也放松，没想到这玩笑开得特别傻，这就叫语境嘛。语境，他自己道歉也是说，他说我这个场合不对，我没想到是有记者在场，他说我只是想幽默一下。对，而且呢确实他过去跟这个女同事啊谈过恋爱，爱情上受挫呢也比较严重，我也影响到了他的科学研究。我也觉得他就是一不留神说了一句大实话，对吧？但是这场合不合适，不过如此。而且你再看呢，就是说他家里边他那老婆呢，也是跟他一个大学的一个，也是一女教授，好像也是科学方面的，还自己说我就是女权主义者。他这老婆说女权主义者，出来为丈夫辩护，说的我一个女权主义者，我能容忍他这么几十年，他绝对不是一个男权主义沙文主义大猪，要不然我不可能容忍他的。他只不过就是说他就不会讲话，在这么一个场合，然后这一些女同事后来看，这简直是把他也开除了，闹得轩然，这整个俩人一块儿就是夫妻俩在家里边哭。就他也受批评，他也哭，你知道吗？哦，是吗？教授啊，然后呢，没办法呀。然后这个人家有的一些女学生、女同事出来也替他辩护了，说他在他的这么多年的实验室里面，没有任何歧视女性的行为，他一直是对女研究生、女科学家很好的，帮助年轻科学家，不论男女。
没有任何劣迹，就可以这么说。是，是你说，所以我觉得这哭笑不得，就居然这个大学和什么这就受于这种政治这压力，这么迅速的就又不查详情就把人开除了。我现在发现就是、哎、没开除，他自己辞职了，自己辞职了。但是说给他老婆先打了电话的时候，我们马上要宣布这件事儿，跟你他让他最好自己辞职，这样有个台阶下，否则我们也会也只好开除他。哎，王老师，你同情他？我不是，我也不是同情他，我就我呀，我这个感想啊非常多。对，第一啊，就是我反倒感觉到歧视妇女的问题的严重性。嗯，哎，现在歧视妇女有些事儿啊，你现在没法解决。哎，你比如说，就包括在咱们中国，中国呢，在这个革命斗争期间吧。哎，这革命的这一面是打着妇女解放的这样一个旗号的，也显得比较厉害。咱们有妇女会，是吧？还有红色娘子军，还有这个什么八女投江，什么这各种各样的，是。可是现在中国呀，这个从政治活动当中啊，这个女性的领导人太少了，少的几乎都没法交代了。对对对，这是全世界都没见像中国这么好的。我记得就是最高级别就是吴仪吧，副总理。中间是吴仪啊，现在有刘延东啊。对。但常委里还从来没有过。没有，从来没有过。对。那个现在有一个就是孙春兰，现在当了这个统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太少了，总体来说是太少了。但是咱就说这一问题啊，就是说您打心眼里觉得，这个女人搞政治，真能跟男人等量齐观吗？这个咱们等到咱们谈洪秀柱的时候又能联系上，就能联系上。咱们今天先不谈这个。对对对，这是我第一个感想。嗯，正因为这样的话，所以需要这样的一些政治正确呢。来矫正一下，对，甚至于是矫枉过正，有这种可能，这就理想存在的价值。我觉得王老师讲的太好了，太对，就这个问题，他要从两面。你看，我直觉对这个个案的反应，我是非常同情这位教授、这位教授，他是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觉得西方舆论的反应。但是你拉回到，就说如果我们比较女性在西方和中国的地位。的变化，这几十年以来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情况，就是西方这种强力的要讲这个政治正确，听它是一直在这个线上走，它逐渐开放，就是男女平等，从女权运动到后来女性开始有从政的更多的，而且越有知识的人这个意识越强，所以你看他到了诺贝尔及什么皇家协会这一级的反应简直就是强到了极点了，都走过了，你明白吗？就大学教高的，中国到我觉得几乎是相反，就共产党革命，就是王老师讲那时候走到了极端，就是男女都一样，恨不得男女的就得跟男的一样，什么都是铁姑娘半边，女性都没有了。然后之后咱们改开之后，改革开放之后，又开始又往回走。就是女的，就是我觉得她有一个，首先她也有一个正当性，就是那以前走太过了，要调整。女性和男性是不同，她要我要化妆，我有选择的权利，我可以就当主妇，这是我的选择，没有什么不好，对吧？这个都是很人性的一种人性价值的回归。但是走着走着，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些年又开始又往这个方向又过了，又变成女性被比如说变成一种物化一个东西，没错，一个东西来卖身也好，卖色也好，包括甚至有人说现在你看的女性的偶像，原来吧可能是铁姑娘，后来有一段的男女平等，有一些大女人，现在的最好的比如说至少是娱乐界的哈，你看一个都变成小女人了，就最颜值嘛，颜值特高，可是你感觉她是一个讨好的形象，是一个就是取悦于男人。你看他们现在流行的词儿叫什么绿茶婊啊，什么心机婊啊，就这些、这个婊字是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起码最近那些年缺少这方面的讨论，就对于男女平等怎么样贯彻的更好，至于各种的名词里边的说法呀，
我觉得我们在这儿也说过，所表达的对这个女性的是吧，小三儿、剩女、姬，是吧，剩女都是歧视。哎，那男的他就没有这些说法吗？相对的来说，男的叫三爷。可是反过来呀，我也有疑问，就是说，比如说反过来，要是这个我中国不止一个女作家，在他们的小说里头大骂全世界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可这个不算歧视。您认为不算歧视，还是您算不算歧视呢？文学上的表达，那和那个是四诸行动，咱们那刚才说的是他付诸行动了，不是把这个男人彻底开除了。即便不是文学上的表达，对，就平常朋友在一块说话，你会感觉到在中国的语境下，要是一个女的说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对，好像这不算歧视，也男人也不会觉得他歧视，因为但是如果男人说是在一个强势的地位，这还是歧视，所以这还是歧视的背景下带来的。对呀，这个我再说一个，我觉得几乎王老师就是我认识的男性作家也好，还是学者也好，里面硕果仅存的，还保持了五四以来的那种男女平等精神的男性。我也体会到，真的，他是尊重女性。五四时期的一流的文人、知识分子，咱们从周氏兄弟啊，一直到你数出太多的，全部是女权主义者。因为替妇女说话，对，都是因为女权主义是很简单，就是男女平等。他不是说男女肯定是有别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动物哈、生物、但是平等是在基本的人格上、受教育的权利上、婚姻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平等，尊严上是那个时候全是这样。你现在数数哪个现在的咱们就是说公开出来男性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我上次听的是一个日本小孩在咱们在这儿，我就在做节目，那加藤加一，他说我是女权主义者。哎，我这个是我哎，突然一想，哎呦，他说，我再想想我的男性的朋友里面有很多呀，中年的也好，青年也好，在王老师的这，我就想了半天就想成一王老师。我这是实话，真的，我没想出来别的。真是，他这个话里话外啊，都是为女性说话，不是妇女之友。而且我觉得不是口号。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王老师，不是意思，直男癌有点气短了，对，不是，我跟你讲，就说就最近还有一个事例，就说这我是直男癌，我呀，这个本来是有点大男子主义，但是我发现近些年来，你还真是要了解全世界的潮流。就我跟这个有修养的人，尤其是从这个英美世界回来的人相处的多了呀，我慢慢的啊就知道这个问题要注意，就是说话涉及到女性的，包括你跟文道和文涛，我觉得他们都有这个性。很敏感，女性平等。但是您说那天，哎，我就说一个什么事儿，但是还有人说你这直男癌，我就是说广州啊，有一个女的半夜三点喝醉了，然后去打这个专车，打专车，最后呢醒过来之后发现在宾馆房间里，现在就是指控，就是说这个专车司机涉嫌性侵，因为这女的睡着了。哎，我当时说了个什么话呀？我说我知道，就是比如说很多女孩子说啊，说为什么我们在地铁里不能穿的暴露？为什么我们不能穿超短裙？难道你们男人都是畜生吗？我说，当然你讲的这个道理啊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呢，你假定我们这个社会是零犯罪率的社会吗？对对对。你假定男人们都是良民吗？我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一个单身女人。你凌晨三四点你喝成那个样子，你一个人去打的，虽然说我不能，他们就说，哎，你应该检讨这个社会，为什么一个女人，单身女人凌晨三点不能够喝醉了打的。没事儿，我说你自己已经吃了亏了吗？这不就是我这直女癌声援你在这点上，直男癌，你说的对，这是跟那个诺贝尔奖得者说的那个话。是一样，是傻话。我觉得就这些女的说，我为什么不能暴露？她们就应该注意，这你很傻。
就你从你自己对，而且呢，这一点上，我还可以说，我也可以说，你同时可以，比如说，我可以认为男女是平等的，但是同时我也可以，在你在平常的穿着就保护上，你是也可以要你有自己的有自我保护、自我保护、自我的尊严、自我的尊严。我反而觉得这种广告上，比如现在动不动就是你那广告都是男，当然现在开始男的也要有颜值，所以我发现在比如在纽约，我都看着街头大广告，男的就穿一个小裤衩、内裤广告啊，也有这种了。但是常年的更多的是女性很暴露。那按他你说的这种说法，那我暴露是我的事儿啊。对，但是我觉得不太有尊严。真的就到处都是做出那种样子，其实他的对象还是给男人看，我感觉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他穿的很少。你要承认一个人穿，你当然看场合是不是、你在某些场合你应该多穿一点，你应该对自己有所保护。这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有什么尊严和教养的问题呢？这没有什么稀奇。对啊，他有些人就觉得你应该让这个社会是吧，让女人更有安全感什么的。我现在我得补一句这个话，因为咱们几老几位啊，都有点同情那个 Hunter 那个教授，蒂姆 Hunter 没有对另外二现在。我看到这么一个分析啊，这也是别人的分析，我是有这么一个分析，就是说呢，他要考虑后果。正因为他地位高。他是诺贝尔是生物化学奖、生物奖吗？还是医学奖的获得者，他又是一个有职有权有地位的这样一个人士。如果他这么一说呢，他是有可能影响这个妇女的求职，有想影响女性的参与科研，所以他也许如果没有对他这个严厉的这个制裁的话，对，也许很有些地方就接受了。哎，说他说的对啊，人家都说了，他都这么说。我们既然是这个地方已经招了这么多男生在这儿做科研了，我们不招女生了，对，怎么办呢？这个完全可能有这种影响。所以皇家学会也好，是不是？甚至于官方也好，都要表示他是错误的。哎、完全不接受他这种观念，人家想这种观念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害的，所以就是说你块头太大了，你说话的自由就小了。哎，你说的太好了，是不是？您要这个说的太好了。哎，这个王老师最近启发，你知道我最近就在想一个问题，你像比如说过去从这个文革结束之后，拨乱反正之后啊，咱们有一个倡导，就倡导说真话，说真话，好像大家觉得说真话说实话。好像是应该主张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考虑啊，你要说合适的话也很重要。很多时候你说什么叫真话，好比你比如说那天我跟他们抬杠，我说那你要在公开场合你跑到范冰冰面前你说哎我想跟你睡觉，那叫说真话，那叫畜生啊。是那是没错，你的身份，一个嘴不可以扇过来。对啊，你的身份、你的场合。你们这么一说我想起一个这比较正面的故事，就是中国式的处理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比较就是微妙的这种关系。我不能说名字啊，也不能说具体的地方。但是一个中国的一个艺术院校招生的这个主考老师，他说艺术院校我们只招六七个人这一届，里面呢有五个，比如说都是男性很优秀，一个女性很优秀，但是女性非常的漂亮。这个主考老师呢就犯琢磨了，他想我要把她招进来，就像那诺贝尔奖那说的，得我们这他们就会围着这女的，就是男的和女的一碰起来这化学反应，而且会争风吃醋，这几个谁都不会出好画家的，这些人就都这班就乱了，大家都不专心学习了。所以他经过考虑以后，他没娶这个很漂亮也很优秀的女性，他娶了另外一个女性，还是一个女性也很优秀，但是长得不是特别那么什么。他这事儿呢，他我说那您这不是这个美女歧视啊？对，这个美女歧视啊？哎，他不是，你看中国式的考虑。他说他非常优秀，我考虑之后，我觉得他绝对不会因为我这儿不收他，影响他将来的事业。别处很肯定有这个说法，我不，您不同意，妇女之友不同意、啊。哎，对、但是您听下边的呢，后来果然让他说中。这个男这一班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家，且不说这个女性后来非常优秀，到了另外一个
就录取了另外一个，然后他自己后来又转行，还很优秀。很多年之后，咱们这跟小说一样，这都是真事儿啊。比如说15年、20年之后，这个老师又碰到了这个女学生，他就私下告诉她：“我很抱歉，当年实际上你完全是优秀的录取，我没录取。”这个女的也很坦然说：“非常理解，没关系，因为她很成功，她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受到他的，哎，他考虑的很周全，你知道吗？这中国人的这个和稀泥吧，嗯，就是和稀泥，但是他考虑的，不是这个老师是中国人吗？中国人，我说的全部是在中国发生的事儿、哦。那这个是只有在中国会发生这种事。要我说这个就是咱们防止因为好而发生问题，这是中国人的思想。防止好，因为我呢，在这个一个地方。碰到也是就是海不在咱们这个海外的一个地方碰到一个女的教授，非常好的一个教授，她带着她的先生来啊，跟我们一见面吧，我马上就觉得哎呦，她那个先生怎么这么帅啊，哎，我说你这先生太帅了，然后她说就是因为她这个先生太帅，所以他们结婚的时候她的所有的好朋友都劝她不要跟他结婚，是啊，你跟这个结婚，这个人老实不了的，风险，他风险，这种事情就是颜值太高了的话，嗯、就那个就是你绝对幸福不了，嗯，有这种情形，这个认为娶老婆这个太漂亮了，也是祸水。丑妻家中宝嘛。诸葛亮就是智慧。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是中国式的想法。实际这种想法太没有出息了。对，刚才所以那故事也有问题。不负责任，也没有从原则上是说广告之后见的，是吧？甚至于啊，这个现在就引发出来评论，说这个诺贝尔奖百年来都是歧视女性的，它至少有歧视女性的历史。比如说当年居里夫人第一次，好像那意思明明是她做出来的发现，对，连名字都给你列不上去，或者最后是以一个助手的名义列上去。然后还说有一个女性科学家叫什么什么贝尔，也特别该得奖，但是结果呢，她没得奖，于是有人把这个诺贝尔奖叫成非贝尔奖。诺贝尔、菲贝尔，甚至还有人八卦呢，说是这个他没有设数学奖，说诺贝尔奖。对，所以说就有个什么传说呢，就是说这个当年啊，诺贝尔为什么终身单身呢？他爱的一个女孩啊，被一个数学家撬走了。人家后来说诺贝尔不可能这么狭隘。不光是诺贝尔，还有那个罗丹，你知道罗丹就是大雕刻家，说实际上他的这个很多作品呢，是他的情人，那特别有天分的一个女雕塑家，她叫什么卡米尔什么。前些时候就终于这个事情就被拍成了电影。我看过这电影，非常的也很震撼。就是他这个故事，就不能用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女的。最有名的一个我知道，就是这个杨振宁、李政道他们发现的那个定律，然后在第二年被吴健雄是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做的实验证明了他们的这个什么宇称不守恒的这个定律，使得这两个男的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人家都说吴健雄应该得奖。吴健雄也得了吧，后来得了吧。说没有啊，没有啊，我看了材料都得了呀。是吗？可能我们家发了给他。你们家妇女这有劲儿的该得。这算不算歧视呢？是，肯定是有的呀。嗯，但是这个文学里头得奖的女作家也还不少啊。哎，你像刚才说的朵丽丝莱辛，对，那个纳迪摩，那个南非的那个纳迪摩，在文学家里的还有。就是这个有时候这种这个就是对于女性的歧视啊，它是非常隐蔽的。你呀、因为它的隐蔽，所以就玩一个这个政治正确。弄了政治正确以后呢，反倒使很多问题更解决不了了。对，因为他私下里有很多想法。嗯，我因为刚才你们给我好的评价，所以我就敢问一个问题。嗯，
比如说如果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能不能研究这么一个题目，就关于男女的智商的差别，我这里是我没有绝没有预设说也可能，我认为有的这方面高，有的那方面高。他其实就是有这种说法，但是你就没有人们敢这么研究吧？敢这么研究？我不知道有没有真的这么研究课题。但是比如说前些年，就是当时的哈佛大学的校长就因为说了一个在科学的领域女的就弱于男的，结果就轩然大波。这也完了啊！可是呢，后来他们就说是。白宫还是也许不是白宫啊，就反正美国出了一个钱的，每年都有一些青年科学家来做同样的，比如说试题，然后最后发奖。后来他们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发现呢，其实这里边很多年连续很多年这个获奖者第一名甚至啊就都是女性。然后呢后来就再研究这个为什么，因为应该是男性更多，对吧？后来发现就是说近年这种倾向趋势才多了，是因为整个这个环境，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你叫的政治正确也好，就男女平等出来增强了女性的自信心，就在同时它有其他的考验，比如说在课堂上，如果这个女的你先不告诉她是男女的情况下，她有的时候做题的时候就显得就是女性和男的一样聪明，你知道？但是你一告诉她以后，她心理上先觉得自己弱了，她考试的成绩也就差了，所以她这种有一个很多世纪的这种心理暗示，使得你弱，结果你就真弱。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完全可能，这也有可能，完全可能，这也有可能。对，他有这种研究的，至少有这种统计。